怎么会这么多啊？这副是个家伙，看我张书恒现在落魄了，把他给我，竟然都敢骑到我头上来，一个破剧我还不爱演呢。好，不演不演，不演他的东西。老婆，老婆，是我错了。 这是舒恒给你找的 C 立医院，已经预约好了最好的医生，给你做流产手术。你非要留下这个孩子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哦，你是怕张舒恒会为了孩子找我复合是吧？不可能。 怎么不可能啊？你不是也想用孩子抓住张书恒吗？只不过你是假的，而我是真的。